肖长，你觉得今天这场球，都在均等的情况下呢，可能王励勤的优势要稍微大一点。对。那我看王励勤也开始尝试用反手再接，一个反手出来，一个反手拉，这样的话马林呢不太敢动。嗯。行。那今天整个一上来以后，马林的这种抢攻的这种现在发球那种扰乱王励勤，然后又进攻。好的，现在就开始说的这个反手抢攻体系，反手的体系，接发球体系，过去都用正手，过去用正手的话，直接上手的。现在这种情况，他必须要想办法，这种包括他的反拉，这是一个信号。因为这个04年可能。PK 的时候，就是他和陈奇上来的调动非常快。过去王励勤上来是不太喊、不太叫的，很容易突然爆发，就这样。今天呢，好像上来人比较轻松，调动去。来短，拖长，马林反拉，有了。他只能像这样打，他才。第二板，马林第三板连续拉直线，这板球。漂亮，这球哇，这个球非常漂亮，经典。这个球坐在下面一定是很痛苦的，就是因为提前几天就要准备，这种感觉也是很难受的。是的，那球来回很多的球，两个人到现在还很小心，两个人的质量都不算很高。一板侧切，但是第二板他侧身卷拉的时候没有拉出质量，对，另外拉的这个整个节奏啊，他。能多多的加强这种直接型的，下限太多了。漂亮，这个先释放，给的机会更大。第二，你看他真正的搓长，这球马林已经拿可以用，他推的不错，是但是呢他跟王励勤，他推的不错，但是他跟王励勤没什么信心，我讲，但是他今天几个侧身呢，他有点勉强，漂亮，就类似于这样，你跟的太慢，他还是那个，他像这样的球比较，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手的命中率和质量是取到整个比赛的关键。是擦边。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乒乓球男队莫斯科世乒赛马王的决战，也是中国乒乓球队从历史以来第一次五个参赛的主力队员全部用选拔的方式，这也是最后错。所以他现在强行行行上去，这个球，这个球就给到正常，这个球又来了，形成对了。但是王励勤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错了，哎呦，这球怎么会飞去这么的远呢？这操，哎呀，太机会了，这个球两个人等于是两个人，但是呢，应当说现在应当是还是比较好的时候，因为毕竟有这么多人可以用。因为现在定了八个重，正常吗？哎呀，这个球判断失误，王励勤，这也是一个犹豫了。王励勤再次出崩溃，这个可能性都有。王励勤在这个时候。马林没有怎么进攻，又是一个机会球，马林侧身一板抢了，马林在第四局6-0领先，王林也就是7-1，3-1马林领先，第四局第五局的7-1，对，萨格勒，交一板，
一局球可能就这么一两分，是马林压着他，把他拉着他，因为自己发挥的差。对。过来，看吧，来，中。第九。拿球抢了，这样马林拿到赛点。马林拿下了比赛，这样马林3-1的比分战胜了王丽琴。那大家呢，这两天马林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和他的教练吴敬平指导，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也很不容易啊，吴指导也很激动，因为确实这个队内的竞争啊，其实比